是什么呢？我们将玩的是橡皮筋色色色。我今天会教怎么色四个、五个或者两个、三个、四个也可以。我们要准备的材料有这些，有一包橡皮筋，还有小人物你自己选的，还有这个是我准备的。我们首先还有一个这个，我们这个是要自己买的哦。也可以自己做啊。对的，可以自己做。那我们接下来就来做这些东西咯。我们拿出几条橡皮筋，我想要色多一点的橡皮筋，拿出几条橡皮筋。这边是不是有这个？我们来试试看吧。我们先交一个道，我们瞄准东西。瞄准了，这样子就射到咯。那我们用三个连环，我们先用两个好了。同学们记得要准备一包橡皮筋才够多。是不对的，我们要看看正确的。不要用太多橡皮筋。这样子就大差不多了。同学们记得有时候也不会射中，不用生气难过。不要就放弃了。耶。好，我们来用四个的。老师准备的是比较轻的。这是水母的蛋。哇，小朋友，你们都学会了吗？我们再试试别的东西哦。